WLF 全国孤胜天女子超级战的比赛。红方是来自郑州顺眼搏击俱乐部的汪涵，蓝方是荷兰的贝特伦。这位贝特伦在2013年4月6号 WBC 羽量级的卫冕战中，我们知道卫冕战30秒就 KO 了对手。这位选手打法以凶猛凶悍著称。这是汪涵在他武林风这个运动擂台上，我们看到碰到最强的对手 Bitterin 在直击，这样才能遏制对方的凶悍打法。这刚才是一个滑倒，这个没有。现在汪涵，我们也知道汪涵全不错，也曾经挑过其他的运动员。的确，11战全胜的汪涵水平也是不容小觑的。什么奇迹不能发生，这就是奇迹。刚刚张伦就被汪涵强拳击中，我们掌声。汪涵刚才这个表现太出色了，庞公刀给这个贝特伦进了强度，他要被扣住2分。什么不能创造奇迹？没错，我们的王可涵，中国勇士正在创造这个奇迹。当然贝特伦毕竟是世界冠军的实力上还是不容小觑。王可涵应该保持好自己的重击打法和连击以及自己搂抱的时机，毕竟在搂抱的时候只允许击打一次，这样对王可涵来说，如果在跟对方没办法拼硬攻的情况下是可以控制局面的。现在我没看到这个贝特呢，还是利用他的左右的摆拳，他的力量是大，拳法是好。刚才王可涵的那击重击就是给他提了个醒。今天王可涵被激怒了，还有这位王可涵，你不是世界冠军吗？你不是世界冠军吗？让你也尝尝中国女孩的厉害。我们可以看到王可涵的后手拳一直蓄着力量，在迎着对方的拳头的时候，抓紧机会想 KO 对方。这场比赛非常的好看，不过刚才这个技术非常漂亮，看，这就是练拳击的一个选手的拳法的变化。我想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压迫力够大了。实际方法就要打这种反击，不要给对方有这种负力感。没错，那么在这种拳法对空枪还要用些腿法控制对手。这是贝特伦的一轮连续的进攻，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拳法很流畅，但是重击并不多。看，就是这拳，王可涵的那拳，前手拳多重？前手的平勾拳。再看慢动作，这就是坚持对方退后。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收看这是 WF 全球功夫盛典女子超级战的比赛，红方是中国勇士汪可涵，蓝方是世界冠军贝特伦。这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今天里面，汪可涵曾经用前手重拳击中对手，被我们场裁判庞涛击了强拳。是汪可涵两次在对方抬腿的时候想把对方撞出去。就是在第一局比赛里面，现在汪可涵是取胜了，这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现在对方一上来是急切迫切的需要一个非常大的重击来驳回自己的颓势，因为在第一回合有两次被裁判强夺。我们现在贝特伦的这个连击，我们看来自搏击王国荷兰的贝特伦，这个立体进攻的拳法还是很标准的。现在汪涵利用这种后撤步来寻找机会，这是对的啊。我们可以看到王可涵的鼻子已经出血了，包括嘴里也被滴出了血，这种战斗意志。我们可以看到贝特伦有一个非常连续进攻的意识，基本上就打3、4拳就结束了。你看现在这个王可涵也用拳手拳来顶着对手，但从双方拳的力量来看，贝特伦拳的力量确实重，没错，并且速度也很快，组合也很流畅。但是汪涵的最大优势，我臂展，就臂展比较长，因为他比对方高出有10公分嘛。第二局双方拼的真是不挽回颓势，他就会失去这场比赛。这是我们一个慢放，这是贝特伦一顿连击，前后手的摆拳和前手的后手的上勾。你像女选手能有这种清晰的上手的勾拳是很难见到，而且还有技术动作。没错，这是汪涵被激怒了，主动冒摔。这个我们是不提倡的，主要是这被激怒了，没办法。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收看的是 WF 全球功夫盛典女子超重量级的第三届比赛。现在是一个我们的中国女子最强对世界女子最强的一个比赛，这一场超级战啊，这超级战的女子比赛能打这么激烈，这个要知道，这是女子56公斤的比赛。没错，从他们的这出拳速度力量打法来说，我觉得要比女子56公斤级那个力量大太多了，有点像女子60公斤。现在贝特伦是越打越勇，不愧是来自搏击王国荷兰的女选手，而且这是世界冠军。挽回颓势的贝特伦现在开始连击了。你看，我们从我们的评论席看得非常清楚贝特伦的拳法的变化的线路，是不是？没错，前手的直拳和后手的勾拳，这样让对方在上下很难兼顾。现在是贝特伦的体能太好，因为他第一回合被强毒一次，被击倒两次，贝特伦非常希望有一个非常大的重击或者非常明显的优势。因为我们在那个美国拉斯维加斯比赛当中，我曾经见过贝特伦比赛，那场比赛打的时候，我们说中国女选手要在60公斤级比赛里面想赢得他确实很困难，他的拳法特别出众。没错，但是今天在汪涵同贝特伦第一局比赛里面，汪涵就重击了对手，被场裁判潘洪涛给他的强毒，但是在第二局这个贝特伦就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这是第三局了。是啊，贝特伦的打法更倾向于中力量的以快速进攻。现在汪涵我觉得还利用一些这个女孩很擅长的这种侧扇腿，用拳把控制，我打反击，不要一味给对方这种搭配的对攻。是的，应该用自己的技巧来规避对方的重击，要避实就虚。尽管现在贝特伦那个压制打法不给你这种空间和距离感，但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对手。你看打进来，你看到贝特伦直拳包括上手勾拳，是吧？这种线路的变化太快了，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抬起来。你看，是吧？前手直拳，马上上手勾拳，来贝特伦进攻线路。对方的对攻中呢，汪涵并不占据太大优势。今天汪涵真是拼了，真是。这也是我们看到汪涵在武林风，这是他第12场比赛，在前11场比赛里面取得全胜，并且曾经2次 KO 对手。来自荷兰的这位选手呢，还是以拳法为主，他腿法并不太出色。这是我们武林风女子比赛当中最为精彩的一场经典战役。没错。第一回合贝特伦被强毒一次，被击倒两次，的确是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着急，在心理上王可涵是占据优势。倒计时，倒计时，还剩最后的8秒，加油啊可汗。哇，后手的直拳太重。比赛时间到，比赛时间到，比赛时间到，平局加赛一局。 One more round 开始。职业拳击的运动员，对这种拳法的确是流畅而华丽啊。现在汪涵要有机会还要打反击，要打得更加的坚决。对，在第四回合如果不打出坚决的重击，汪涵起码在点数和出拳的频率上是弱于对手的。因为从现在场上这个局势控制来看，肯定现在是贝特伦占据这种明显的优势。没错，第一我主动进攻，第二我出拳的频率比你高，打击效果比你高，对吧？对，现在汪涵只能在此一搏。如果汪涵一直倾向于缠抱对手而保存自己的体力的话，在这一回合对他来说就非常不利。因为现在汪涵从来没有打过四局比赛啊。没错，是他有生来第一次。我想很多中国选手也都没有打过，并且面对如此强的对手，这种体能的消耗是惊人的。对，从三局的比赛这种节奏，从贝特伦不停的这种进攻来看，是不是
要知道汪涵今天遇到了个世界冠军。我们要知道在2013年4月6号 WBC 的羽量级贝特伦30秒就 KO 了对手，说明我们中国选手的搏击实力在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只是在第一局比赛里面汪涵没有继续扩大战果赢得这场比赛胜利，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但从今天汪涵在场上的表现的态度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来说，不管这个胜负我们都要记住他。没错，虽然这是他第12场的职业比赛在武林方面，但是他在前10场比赛里面是取得了全胜，而今天他面对的世界冠军，面对世界冠军的汪涵一点都不怵啊。贝特伦的打击频率越来越高了，汪涵现在缺乏应对拳法，而且在没有办法重击对手的情况下，汪涵的局势现在也开始恶化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的比赛，在第一回合中呢，贝特伦被汪涵击倒2次，强如一次，在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贝特伦发起连击，在点数上发生了。这就是他机会没有把握住，没有把握住。对，看现在贝特伦已经没有任何体能，他只有采用这种抱拳。经过一回合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比赛结果，蓝方胜。